频道，嗨，今天跟玫瑰姐一起做的这个辣白菜煎饼，这个是煎的午餐肉，完了两份朝鲜大冷面，我吃的这个是小麦的，玫瑰姐吃的这个是荞麦的，准备开动，又打了两盒辣酱，配上辣酱吃，辣酱蘸这个饼，准备开喽。你等会儿先别吃啊，咱俩一起吃啊，嘿，怎么这呀你？午餐肉香，辣白菜饼，辣白菜。配辣酱好吃，好吃，辣酱，你就那么吃啊？我这是蘸辣酱的，妈呀！疯了！这么大鸡蛋，哎呦，太沉了。妈妈，你尝尝。不要，太长了。
今年柿子还挺好吃。嗯，平时我都不爱吃柿子，是吧？我这有大白菜，一大堆。